监控显示，有一名男子在深夜潜入到工地内，利用工具切断了楼道内电井内的电缆线，然后徒手将2吨多重的这个铜电缆啊分十余次扛到楼下，再利用这个小推车拉到隐秘的地方，最后用3轮车拉走。这个嫌疑人在这个工地偷了大概900多米的电缆啊，这些电缆有3吨多重，而且都是他一个人一点点扛走的啊。每一次他身上都将近扛了500多斤的电缆下楼啊，可以看出来这个嫌疑人的力气是非常大的。为了不被咱们警方抓获，杨某每次作案时还都带上了假发进行伪装。我们在搜查他家时发现了还有好几吨没有来得及销赃的铜电缆，经核实，杨某共盗窃电缆近6吨，价值50多万元。